大家好，我是오라이아的代言人宋仲基。이번작품의컨셉이타이티의표류병을여러분들에게보낸다이런컨셉으로촬영을했는데요이타이티의표류병에사랑이가득담겨있는그런모습을표현하고자했는데요그래서여러분들께그사랑이직접전달됐으면좋겠고요이제아름다운해변가에서좋은모습들많이담았으니까요프로야의새로운광고많은관심과사랑부탁드리겠습니다我觉得当一个女孩被爱包容的时候其实也是她对自己的一种呵护那漂流瓶里面其实有所有对女孩子的呵护이번에촬영한프로야광고는표류병이라는컨셉입니다표류병에표현해서모든컷과화면그리고제품까지도더로맨틱하고따뜻하게보이고자했습니다마치병안에사랑을담은것처럼표현하고싶었습니다就像我们的产品一样其实它会让人觉得你很需要那一份的亲近它给你一种温暖和亲近感장재희씨는많은한국인들이존경하고사랑하는배우분이신데요그래서저개인적으로정말이번촬영이영광이었고요또촬영장에서정말유쾌하고재미있는프로페셔널한모습을많이보여주셔서저도놀랐고요오늘정말최고였습니다好像就觉得似曾相识似的那种感觉当然我也有看过他的作品然后呢他也有说他很喜欢我的哪一些电影所以也希望将来不仅我们在珀莱雅的广告当中一起合作也希望我们可以在电影中有不同的尝试